我的名字台语怎么说？林北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林北。果陀剧场推出一个兄弟，导演梁志明以脱口秀演绎的表演形式，呈现剧作家纪蔚然观察台湾现象的创作，由郭子乾、唐崇盛、范瑞君、许艺盛共同演出。公式表演厅，一个兄弟。